开始吧，好像一个剪彩仪式、啊、整的还有点紧张。嗯，不紧张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Mento 的刘淑贤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雨欣。哎，你怎么不介绍队伍啊？我是前辈啊。前辈就不介绍队伍了？前辈一直在这个队伍里没有变动，你呢？不要讲这不要讲这些晦气的事情了。那行，我们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名吧。哦，组合名，嗯啊，我是刘淑贤，我是张雨欣，我们是德才兼备。德才兼备是什么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有啊，你有德，我有才，你贱，我备。德才兼备吗？礼貌吗？嗯，人家说组合名，组合名就是要把两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，知道吗？哦，比如呢？比如说 Selina、 Hebe 啊、 Ella 就叫 SHE 咯。哦，原来就是从名字里摘一个字组词。没错，就搞 CP 嘛。啊，是可以这么说、哦、那我懂了、嗯、再来一次啊。我叫刘淑贤。我叫张雨欣。我们是刘关张。不行吗？刘关张是什么？第三个人是关晓彤吗？哎，我们在桃园三结义吗？请问如果能跟关晓彤桃园三结义的话，我愿意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重点了。我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俩的大名不适合、哦、是不是把昵称加进去就好一些，叫绰号。哎，对。好，那你开始。 Hello， 我是小牛奶刘淑贤。我是地包天张雨欣。我们是奶包